好，欢迎来到川爸的幸福食堂啊！因为元宵节到了，我来做一道甜点，然后我想做苏布雷松饼，那因为是元宵节，所以我把它跟元宵结合在一起，我做出来的成品大家看看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家里可以做。我们今天用一颗全蛋，蛋白跟蛋黄分离，元宵、糖、油、牛奶、鲜奶油、低筋面粉，这些材料其实很简单，那我现在就来做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的苏布雷元宵松饼已经完成，大家有兴趣在家里可以试试看。谢谢各位观赏。要变啊，你别来我。哦，好，你赶快这边。